给大家拍个日常嘛，我每天都会开着小车去拉地，因为现在收秋了嘛，然后每天都很忙，所以说也没有时间拍段子和直播，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。 看看今天的玉米，准备一车把它拿下啊！奥利给！弄完了，准备出发。第二车依旧续啊！第二车有点多呀，啊，那边岗上还有很多，目测得有100多袋呢，干就完了。车开到站了，准备开卸，看车开的牛不牛。 已经停上了啊，准备开卸了啊！还有最后一块地啊，最后一车，卸完就完事儿了。第三车。 刚刚到家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回家还得去喂牛，因为牛还没喂完呢。去喂牛，干就完了。看我家这牛吃口挺好的啊，回家还得把牛喂完，才算是正式的下班。给个双击，感谢啊。